第一单元，关注物价。课文三，特价家电。10月1日是光明家电商场开业5周年店庆日，当日部分家电特价销售，原价3580元的长虹电视机现价3100元，共售30台，原价2760元的小天鹅洗衣机现价2240元，共售40台，原价4970元的美的空调现价4670元，共售35台，原价1138元的 LG 空调现价880元，共售25台，原价774元的海尔电风扇现价540元，共售20台，所有特价商品数量有限，售完为止，预购从速。10月1日是光明家电商场开业5周年店庆日，当日部分家电特价销售，原价3580元的长虹电视机现价3100元，共售30台，原价2760元的小天鹅洗衣机现价2240元，共售40台，原价4970元的美的空调现价4670元，共售35台，原价1138元的 LG 空调现价880元，共售25台，原价774元的海尔电风扇现价540元，共售20台，所有特价商品数量有限，售完为止，预购从速。